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彤彤姐姐，我是晨晨姐姐，粉娘舒坤，宝贝唱跳去。晨晨姐姐，今不你爱你爱讲嘛个？今不你为了小朋友讲什么是称谓？所以呢，今不你给。要讲的是称谓是吗？对，那我们要来考考小朋友，好不好？那么快啊？对啊。好，我们的小朋友都很聪明。那首先呢，你的就懂聪明，姑嫂呢，要考你的哦。好，爸爸给爸爸，运动马该。爸爸的爸爸叫做什么？好饶舌哦！哎呦。爸爸的爸爸是不是很多祖父啊？对对对对对对，祖父。我想说要吓你一下啊，吓到了啦。那小朋友你就统称了吗？好，那再来哦。爸爸的妈妈，爸爸的妈妈很多马街，爸爸的妈妈很多马街。小朋友，刚才爸爸的爸爸已经是祖父了，那爸爸的妈妈是什么呢？来，彤彤姐姐，我是吃的人的祖母，没错。好，刚才 Andy 都猜出来了，猜出来了，还是有动脑筋用出来了。那祖父跟客家方用哪一个？啊，祖父跟啊，阿公是吗？阿公是蒙超哦。那祖母呢？小朋友，你们应该比晨晨姐姐还要聪明吧？应该常常会叫阿婆哦，阿婆，对，就是祖母的意思哦。好，那晨晨姐姐，刚刚彤彤姐姐已经当一次坏人了，那你要不要来当老师？好啊，好啊。该小朋友谈好咯。好，该妈妈的爸爸很多嘛？该又妈妈又爸爸的，谁知道啊？妈妈的爸爸哦，有吗？有吗？小朋友，晨晨姐姐，嘿，我要抢答咯。好，外公，没错，是外公。那妈妈的妈妈，很多嘛？该好。刚才妈妈的爸爸很多外公，该妈妈的妈妈很多嘛？该呢？是不是外婆？是哦，很多外婆。该你就同你过年，该喊你外公嘛？喊你？外公很多嫁公哦，嫁公。该外婆呢？刚才说外公嘛，那外婆差一个字，那客家方面叫哟嫁公，嫁公，啥了嘿？嫁婆，好厉害哟，很棒很棒，就是嫁婆。好，刚才跟他爸爸跟爸爸妈妈都讲了，妈妈跟爸爸妈妈也都讲了，那嘿，进阶了，进阶了，爸爸跟兄弟姐妹用的讲。兄弟姐妹啊，哎呦，你我按懂呢。好了，这是顺便帮小朋友先预习一下，甚至也帮小朋友复习一下嘛。是，那我们先来讲爸爸的兄弟，兄弟，爸爸的哥哥，没错，要怎么叫呢？我来听听看小朋友回答。有吗？有吗？我有，很大声很大声。他们说。爸爸的哥哥是不是玩的阿伯？阿伯，就是阿爸的意思啦。对啦，记得跟他讲阿伯啊。阿伯啊。我头都转不过来呀。是阿爸，就是伯父。伯父的意思。该爸爸的弟弟呢？弟弟哦。晨晨姐姐，换你去听小朋友讲了。好好。爱糖豆黑叫叔叔，叔叔蒙错耶，蒙错很多阿叔，阿叔，该姐姐呢？姐姐，姐姐妹妹，哈，
这一题最简单了，最简单，它比较不一样，不一样。不管是爸爸的姐姐还是妹妹，我们都叫阿姑。阿姑，嗯，就是姑姑的意思，姑姑的意思。哎，有没有简单？有，晨晨姐姐刚才一直绕口令，是小朋友跟我一样，脑袋麻花卷，又麻花卷，对，好好好。那你要帮我们复习一下，好啊，要不要复习一下？对对对，嗯，好。就是爸爸的哥哥，哎，叫做伯父，伯父，他家发文的阿爸，阿爸，阿爸，爸爸的弟弟，弟弟。叫做叔叔，就是阿叔。好，那爸爸的姐姐跟妹妹也是一样的哦，很多姑姑，嗯，还加上很多嘛个阿姑，阿姑，还有啊，好好，爸爸又讲完了，是不是又要讲妈妈了？好，小朋友看完这一个吼，你一定称为100分。哎，好，好，那妈妈的妈妈的哥哥，妈妈的哥哥，啊，哦，这个呢就叫做妈妈的哥哥叫做舅舅，哎，嗯，那弟弟呢？弟弟也叫做舅舅哦，哎，颠倒了，刚才是爸爸的姐姐妹妹是同一个称呼，叫姑姑，嗯，那妈妈的哥哥跟弟弟都叫舅舅，舅舅哦，那哈嘎方用一个。阿 Q， 阿 Q， 嘿，小朋友会了吗？阿 Q， 哇，那刚才讲完妈妈的哥哥弟弟啊，姐姐跟妹妹呢？好，姐姐跟妹妹通用很多阿姨，叫做阿姨。嗯，那哈嘎发嘿唔嘿很多阿日。猛超哦，小朋友你们会了吗？会了。感觉妈妈的称呼好像比较简单一点，对，爸爸的有三种嘛，嗯，妈妈的有两种，对。好，那小朋友你们会了吗？会了。那接下来呢，晨晨姐姐，你要读泰卡奥希奈维，嗯，撒哈罗哟，小朋友最期待的地方，嗯，最期待的吗？嗯，哎，就是唱跳咯。好，那就请点晨晨姐姐和有彤彤姐姐一起来唱跳吧。好， Ready Go。Thank you.
友都好美嘞嘛，好美嘞。该彤彤姐姐有，那有想到一个问题，爱问你。好，刚喊来靠小朋友，你们都连着层层姐姐欺负我。好啦，你喊来爱问你个嘿，做嘛该啊？那世上会谈到，有一些小朋友们啊会叫就是一些比较年纪大的或是比较年纪小的、啊、叫什么伯伯叔叔阿姨啊，那这个是要怎么分啊？而且为什么？好，刚刚 Andy 讲的黑都黑问卡给你嘛？黑呀、啊，但是黑爸爸给老妈妈给朋友啊朋友，那我们要怎么称呼？是这个意思吧？对的。好，但是呢，你的应该不要看到妈妈的朋友，妈妈的朋友年纪比较年长一点 ，old， 年长比较大一点，对，那我们可以叫他阿伯，就是阿爸，阿爸，嗯。该年纪小的呢？年纪小的都是像讲男生哦、年纪小的话呢，我们就说阿叔好哦，阿叔好、哦。该如果是遇到女生的话怎么办？女生呢，通通都叫阿姨哦，阿姨、所以不管大小都叫阿姨。嗯，那假使小朋友你看到爱的吼，就会不能叫阿姨，要叫彤彤姐姐会生气哦。姐姐对，要叫姐姐哦。姐姐哦小朋友爱的。你还有那个小 tip 一下是是是，那个如果你看到那个，那个叫不要叫阿伯哈，我都叫哥哥、哦，你都叫哥哥啊？对，欸、你知道为什么吗？怎么该有统生的啊？哈哈哈哈后来没有啦，就是对，就是彤彤姐姐脸皮比较哈盆的哇，姑嫂嘞会对看到谁都不管是已经那个白头发那种哥哥好，哥哥，哎呦，好啦，该小朋友啊。彤姐姐，世上 anyway 很嘛该胎爸、塞爸，该你阿姨呀、啊，胎阿姨、啊、要怎么分啊？嘿呀、啊，好，小朋友，假使伢父卡有冲伢父卡有按到给姊妹，他胎给就是胎姐，胎姐，总翁给就是二姐，二姐，第三啥就是。老妹，老妹，对，就是如果呢，要怎么分大二？就是如果第比较年长最大的话，我们就叫大姐，然后呢，大字，或者是说，假使呢，你有爸爸的哥哥，哎，你可以跟阿爸嘛，嘿呀，哎，你去跟胎爸，哦，三号有去你爸，嘿，那阿姨没穷用，哦，胎阿姨，你阿姨哎呦，哦，感谢小朋友，好威嘞嘛，好威嘞。那晨晨姐姐，你爱吐太假了，应是此非黑毛。嘿呀！哦，好咯。噶第一个，就是 Andy 有讲到的阿 Q， 阿 Q， 有没有小朋友很熟悉？很熟悉啊！哎呦，哎呦，我刚好像听到答案哦。有答案没？有，你听清楚一点。好好好。舅舅的意思，没错，好棒哦、太厉害了，优秀哦，优秀了，有类似，有好，那基本你给听一下词汇很多，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当听到这个单字，是不是脚怎么会 QQ 的？对啊，就是一个很像一个动作，来，这什么？叫啾啾啊！好啦，叫啾啾就是翘脚的意思，翘脚的意思。那彤彤姐姐这边来提醒一下小朋友，好，我们 Andy 要示范给世界啦，走唔得叫啾啾哦，你们、okay 哦、你会被阿婆骂的哦，因为非常的。没有、就是、没有礼貌，而且叫啾啾啊，还会造成你长大就是脊椎会侧弯，真的、哦。不过嘞，示范也会丑张。唔讲嘿示范啊，然后昆天师嘅时节都强用，就 Andy 做嘅就是做的时候就不能翘脚哦。对，好，该撒哈勒嘿，撒哈勒就要讲醒 Q， 醒 Q， 对，刚才我们说了。爸爸的爸爸叫做阿爸，那爸爸的爸爸叫做爸爸的爸爸叫做阿公，阿公对，我要说的是
爸爸的哥哥叫做阿爸，阿爸嘿。那晨晨姐姐还有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阿爸的老婆又叫做什么吗？哎，很朋友，小朋友，我感觉，哎，就很多星球就好了呀。哎，该是抽筋吗？哎，嘿，俺是很多半眉啦。哦，半眉。哦，星球呢？嘿，我觉得是比较长辈的人叫。就是叫他自己的媳妇会很逗，醒球醒球不是小朋友可以乱叫的哦，醒球是就是，媳妇的意思。对对，该你讲给爸妹，嘿 ，Andy 外喊，哎，爸妹好啊，就是他是阿爸的老婆，所以就是伯母好。对，伯母好。那晨晨姐姐，我考你，好，头脑清楚一点。有。爸爸的弟弟叫做阿树，阿树嘿。那叔叔的老婆又叫做什么啊？很简单，刚才很多啊，树莓。你会耶？对，就很多树莓。好，嘎哈嘿嘿，爸莓，爸莓，厉害嘿，树莓，大家记好喽。好，那。姑姑的老公叫什么啊？姑姑的老公很多，小朋友 SOS 求救，晨晨姐姐求救，求救。姑姑的老公叫做古虫，古虫，姑丈。没错。嘿，晨晨姐姐都没有你们高智商啦。对啊，检讨一下。对。好。现在爸爸已经 the end 了，换妈妈喽。妈妈又来了，妈妈。刚才我们说妈妈的哥哥跟弟弟都叫做舅舅，叫做阿 Q 嘛。阿 Q， 那舅妈啊，舅妈哦，客家话啊，很美很多舅妹。哎呦，有抓到，有抓到。其实换女生就是没啦，对对，好，那妈妈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我们都称为阿姨，阿姨。那阿姨的老公，我们叫姨丈嘛？姨丈哦，对啊，姨丈，姨丈，该客家话讲嘿，日虫，日虫，对，小朋友都会了。哦，晨晨姐姐你会吗？会了，会了，会了。日常好，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要复习一下，然后复习一下，这有点难呢，真的。好，头脑不会，学完我们就会了，真的。来，舅舅叫做阿 Q， 舅妈叫做 Q 梅，好，好，来，阿姨叫做阿日，那姨丈叫做日常，好了，这个是妈妈的部分嘛？是。好啦，那爸爸的部分，爸爸的部分啊，好，爸爸的哥哥叫做阿爸。那我们刚刚说了嘛，女生就换爸妹。不错哦。好，那个爸爸的弟弟叫做阿胜嘛，阿胜。好，女生叫做树莓，不错。好，最后一个，爸爸的姐姐跟妹妹叫做姑姑。好，那姑丈怎么讲？古城。哦，还好不会古梅。好，有绕回来，很好。那我们除了会。就是会成为了嘛，那小朋友呢也要记得，如果呢看到就是家里的人呢，要记得 hanging， 这样有礼貌哦，而且呢一定要加一个好。那我们练习一个，好，什么叫好？好，假设你是假设我是阿姨，好，阿姨哦，勉勉强强先担任阿姨的任务，是，对，好，该爱坤的，你是小朋友，好，来，预备。按拐哟，阿浅呢？啊？有像有像有吧？好，好，那我再角色转换一下，好，我变叔叔好了，叔叔啊，好，那小朋友是吗？对 ，action 哦，action 来一首，啊啊
阿树号。哎，很厉害哦，记得呢是叫阿树号哦。嘿哟，好，那有礼貌的人通常都会在别人的心里面被按一个赞，真的。好，所以小朋友哎，记得有礼貌哦，有礼貌，看到你就会很记哦。嗯嗯。好，那接下来呢，彤彤姐姐呢跟晨晨姐姐呢要带我们去哪里呢？好，来哦，小朋友注意咯，你厉害，我去搞，要去玩了，对呀，看呢，迪亚哥哥还有小猫姐姐跟他们去搞咯，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 ，ready go。小达人，好事有好哥。大家好，我是 Diego 哥哥。大家好，我是小喵姐姐。小喵姐姐，嗯，哟，你都做嘛呢？奶批豆，一个很好闻、很香的味道。哦，真的呢，不同的味道。嘿，很熟悉，很熟悉。该。你的团黑吗该啊？艾迪，艾迪，嘿，艾最喜欢的黑糖糕啦！哦，就是咖喱，咖喱，哇，原来在这里啊！那我要吃，我要吃。好，该艾迪先来试看呢。你也是艾迪客家同有名的黑糖糕哦。嘿啊嘿啊，艾记得啊，我在南庄逛桂花巷的时候啊，常常会有这个味道哎。真的呢。嘿啊。那我们先来吃一块吧。好，该带不你。那我就先吃咯。好，你来试看，然后试嘛。哇，好松软，好香哦。嗯，那好好吃哦，好浓厚的黑糖味。嘿呀嘿呀。嗯。大朋友、小朋友，想要学奶堆黑糖糕怎么做吗？嗯。那就团队奶堆喵主厨一起去做吧。好。今天我们就要用到的材料油，有我们的中筋面粉，中筋面粉，还有我们的素薯粉，还有什么？还有玉米粉、小苏打粉，还有泡打粉，一共一、二、三、四、五，五种哦，五种哦，还有我们的主角，我们的五桶，还有你可以用来调味的蜂蜜，也不一定要加，可是我们想说再多给一点蜂蜜的风味哦，因为加一点蜂蜜可以增加它的香气。嘿啊嘿啊嘿啊，还有买堆水啊，这些都要记得哦。嗯，好，小朋友准备好吗？准备好嘞 ，Let's go。好，该数先，我先来过筛，做得嘛？好啊，那 Diego 哥哥就先来把我们的黑糖跟蜂蜜跟水啊，我们混在一起搅。那喵主厨呢，就帮我们把粉类都过筛哦。好哦，好哦。小喵姐姐，嗯，你知道其实啊，我们的黑糖啊，对我们的人体的好处，其实懂懂呢？懂懂哦，你用白讲啊？像我啊，觉得我的黑糖就是好吃而已啦。不过啊，我听我阿婆讲啊，其实黑糖啊也可以捧饭一起吃啊。以前呢，人比较没有钱呢、啊，黑糖跟饭就可以变成一餐呢。五桶捧饭，嘿嘛。我头摆没试过，我黑感觉挺好吃。嘿啊嘿啊。小喵姐姐，嗯，其实啊，糖起来啊，我们这些粉类懂复杂，其实啊，我们这些材料在我们的大卖场啊，其实都买得到哎。哦，你啊还要买东西，就去大卖场，因为马街都有千层片。嘿啊嘿啊嘿啊，很油啊很油啊，我的黑糖啊，其实古代人配饭呢、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哦。因为啊，我们爱的黑糖其实有补血跟活血的功用哎。哇，糖起来清好哎。嘿啊嘿啊嘿啊。东都东都的饮料店啊，爱对腿吧那有名的茶饮啊，都已经在卖上用黑糖取代爱对果糖了呢。哦，例如说爱对头吧，亲友两哎，黑糖炒珍珠，黑糖炒珍珠，黑糖蒸奶，黑糖撞奶等等哦。嗯，黑毛奶油啊，都冷天的时节啦，爱对没还是神气天空，增强体健，爱对就做的是。琼马老五桶哦，嘿啊嘿啊，黑糖老姜茶也非常在冬天很欢迎哦。不过其实第一个哥哥，嘿，有的该姜啊、姜辣啊，唔敢选。哦，你们干事哦，啊，其实啊，我们
吃一点辣对身体是一定有好处，而且会让整个身体活起来呢。没错，活血啊，你有多冷天的时节，就会感觉你的身体很暖哦。嘿啊嘿啊嘿啊，含油啊含油，可以补钙的为脾、肾、胃等等哦。哇，暗天空哦。嘿啊嘿啊。家爹哥哥哥，你家除了我就跟他讲的全部用零的饮料，该做的是做嘛该吃的东西。其实啊，这个我就黑糖糕就是其中一个可以吃的哦。姑说还有我就黑糖的蛋糕、黑糖的材料啊，都可以拿来炒，不一定是只有喝的哦。其实我有上多啊，我在市场的时候有看到碎半，每组都用五桶做。哦，我就会碎半，哈，改碎半黑毛，改丁爱丁。哎，小时候啊，我阿婆啊，常常喜欢买黑糖板给我当早餐呢。真紧呐。对啊，跟黑糖板是素的，对不对？嗯，这样我唔知呢，黑素嘛。你啊，我咩唔知，不过很像黑，因为我嘅阿婆就选黑吃素食。哦，那就黑啊。哦，哎呀，第二个哥哥，我现在把粉都过完筛了，是不是可以加进去了呢？懂嘞呢，懂嘞呢。那我们在加的时候，记得要分三次哦，一点一点的加，因为我们希望把它搅得均匀一些些。好，那我们先来下第一次。好。像刚刚第二个哥哥啊，已经用热水加黑糖，把它用黑糖给它融化了。对啊。嗯。那做嘛该分三次加你滴吗？嗯，俺滴诶，因为不想让它结块，黑毛。没错，我们分三次加，搅拌可以比较均匀，底部就唔会一粒一粒的哦。哦，俺滴咧，俺滴咧，哇，其实，在俺搅拌的时间啊，我也闻到黑糖跟那个蜂蜜的香味了呢。真甜哦，俺的皮壳呢？好。哇哇，太朋友，小朋友，看起来有没有很香，很好吃啊？真的，今日就来加添一半。好啊，好啊，添一半啊，加下多些的哈。好啊，当然咯。阿娘做得冇？做得，做得。好。其实啊，这个就可以像冲奶对亲子的互动啊，因为太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分工合作。系啊。该第二个哥哥用切的冇？阿娘买下好买。好啊，好啊。哦，小苗姐姐，你有自己做过黑糖糕或任何蛋糕吗？有啊有啊有啊！哎，第一摆做给人糕的时间就变都发糕哎，变发糕黑毛、啊？为什么？为什么？哎，没唔滴做嘛，该不会按用？应该是粉条的不够好吧？哦，其实啊，做我们这些冲奶的糕点类啊，很常会用到小苏打粉跟发泡粉呢。真紧真紧呢。去爱洗时间，就去爱阿姊搞爱做诶哦。哦，爱滴嘞，爱滴嘞。小苗姐姐要不要再加一点进来啊？都加一些嘞嘛。嘿啊。刚刚就全部都去咯。好啊，好啊。好，全部加到去嘞。太朋友，小朋友，其实啊，我们这样子搅拌呢、啊，可以培养小朋友的耐心啊，跟看他的观察力有没有发现说，哎，我们在搅的时间啊，有没有把它搅得很均匀哦？哦，演的很暗用哦。对啊。好，第二个哥哥，我爱试看你做得冇？好啊，好啊。好啊，爱上你两粒。太朋友，小朋友。当我们正在做这个的时间啊，其实我们可以准备这种漂亮的容器，因为要我们在蒸完之后呢，我们都可以保存它，其实都可以跟大家家人一起分享哎。哇，真紧呢！唔过啊，唔过，其实不只有在奶豆的桂花巷可以看到奶豆的这个黑糖糕，其实只要是在客家村落，其实都可以找得到呢，甚至一般传统市场都有呢。你嘿讲，爱上的书店就是客家总亲就嘿啦。错错错。该第二个哥哥，有哪些地方嘿爱到的客家总啊？爱到的新竹的北埔。北埔哦。嘿。该北埔除了这个有黑糖糕以外，还有嘛该好吃的呀？还有啊，爱到的一个喝的，你滴嘿嘛该嘛？嘿嘛该，嘿嘛该。嘿爱到的擂茶、擂茶啦。哦。绿茶哦，系啊系啊系啊，爱咩东好是绿茶诶，真紧哦，嗯，爱唔滴呢，冲头摆啊，爱有老爱露台冲阿去手做擂茶，自己用磨的哦，真紧哦，你露台黑嘛啥？爱露台就是爱露台，哦、你用咩滴黑嘛啥咯？爱滴咧，爱滴咧，系啊，
蝶狗哥哥，这好像还要再搅一下下哎、啊，它上面还有很多的颗粒。泰哥，快一下哦，不是这样子就好了。其实你可以看到里面还是有一点稍微的颗粒感。嗯，其实这样都还是还没好哦。姑嫂啊，太平鱼、蟹平鱼，千万要非常的有耐心。嗯，没错。因为啊，你用的越细，你搅拌的越匀，做出来的口感会越好。没错。这样里面不会那么多空气，因为假使你没有搅均匀的话，你在吃黑糖糕的时候，里面就有可能会吃到我们的面粉哦。还有哪对黑糖结块啦？结糖。黑糖的结块啊，黑糖结块，黑啊黑啊，因为像奶牛刚刚块在那黑糖嘛，我们倒出来，其实它都一粒一粒的大的比较结晶的都在里面。啊，你有没有懂甜没？黑啊黑啊，姑说我们一定要把它搅开来，懂香吗？食材很雄哦，很雄黑嘛，黑啊，啊，你应该做对了吧？做对吗？做对嘞，做对嘞，太平洋、太平洋快一下。有看到吗？好，小麦姐姐，那我们是要把它放在一个容器里面。该挨到来沙都底杯好吗？好啊，好啊。好，拿去沙落去。哇！哇，好浓稠哦。冻浆呢？蝶狗哥哥，像你做俩甜点的时间啦，是从要搅拌的动作，按钮就可以训练我们的臂力耶。懂嘞喏。姑嫂啊，其实啊，哎，对，在我们的烘焙坊啊，或是在面包店工作的人，其实都很辛苦。因为啊，他们要一直试他们的味道，他们的臂力也会特别强壮哦，不会输给妈妈们呢。不过，蝶狗哥哥，我看你好像巧克力酱哦。想吃吗？想吃吗？你就蛮爽的，娘板雪。好，阿娘老弟，不用落去，不用落去。小喵姐姐，待会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把耳朵空气挤出来哦。挤出来哦，好啊，把它敲出来。哎、啊，人唔听难嘛。好，好嘞。好嘞，做得嘞。好，其实啊，只剩一点点，都不要浪费哦。好。好，那小喵姐姐先把教大家如何把耳朵空气推出。来，对你全部撒落去一样来，好。好啊，好啊。好，来来。好啊。记得准备一个干净的毛巾，好吗？好。然后给不用都带下。然后呢，太平洋小朋友，根本你爱着用的黑，爱着圆形的盘具啊，所以呢，我们要记得每一个角度都要把它用得很均匀哦。按用做出来的时间，它讲黑眼呢。那我们刚刚有放了各种的粉类，姑嫂它会有一些气泡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把它拍出。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拍一拍的。有看到吗？拍一拍，这些泡泡堆起来了。黑啊黑啊。干爹哥哥哥，俺的电锅已经准备好了哦。我们的电锅已经准备好了，太平油会记得用使用俺的电锅是非常危险的哦。姑嫂啊，要记得要爸爸妈妈协助小朋友，教他们怎么使用。含油啊，一定要记得放一杯水在里面哦。冇唔错，假使唔记得放到水到底杯，无嘅就会糟蹋。系啊系啊系啊、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黑糖糕是 Q 嫩有嚼劲啦，而且这样才够弹，对不对？系啊系啊，太平洋小朋友准备好嘛？准备好嘞，那就把它放到哪条诶？天福底杯吧。哇，冻浆嘞，冻浆嘞，完成嘞，完成嘞！真紧，批起来蛮一雄哎。嘿啊嘿啊，小喵姐姐，那我们一起赶快来尝尝吧。好啊。好。你来试看呐、啊，像喜欢好学五桶给你，他自己就可以加多一点黑糖的量。嘿啊，嗯、还有俺个蜂蜜。没错，蜂蜜俺家他头前有讲过嘞，学蜂蜜给他加一点在里面，可以提升它的香气哦。好有嚼劲，好 Q 哦。真紧呐。该像我就会加起呀，有的人会做蛋糕加一点芝麻，黑芝麻或是白芝麻，这样子也很香哦。对啊对啊，因为我像我在外面看到都有加白芝麻在上面点缀呢。真紧哦，该我就等下来加看好吗？好啊好啊。嗯，该今天小朋友又来学到新的一道菜了。新的一道菜，小朋友记得哦，可以把它放在圆形
爱心、方形、三角形任何容器里面哦。小朋友，我记得去免费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欢迎按我的 Facebook 的赞，就可以得知更多的美食 DIY 哦。嘿啊嘿啊，那再收看我们的烘焙小达人哈嘎宝贝耶。营养素宽，哈克爆鼻炎。大家好，我是第一个哥哥。大家好，我是多莉姐姐。哇，多莉姐姐啊，今天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右手边有一个很像水族箱的东西啊？嘿呀、啊，一下冻僵哎！冻僵，冻僵，有没有是那种深海的感觉啊？哇，看到底部有冻的，是我们很有名很有名的卡通案呢，嗯哎。嘿呀、啊、嘿呀、啊，其实啊，我们这个水族箱啊，你可以让它的鱼自由游动哦，你看。哇，有看到吗？很厉害哦！哇，以下这个颜色，比目鱼有没有？底部还有什么？还有海草啊，还有珊瑚啊。黑啊黑啊，哇！而且呢，都是立体的哦。小朋友知道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吗？应该看到一下，就很期待希望给各位完成的，黑吗？黑啊黑啊，感觉水族箱 DIY。其实啊，迪欧哥哥，你有去人家真正的卖水族箱的安个五个地方吗？嗯，哎，没。不过我有去过海生馆，海生馆，你知道吗？海生馆还没出台有大的热带鱼啊，没有其他品种的鱼的，是吗？小朋友有去过海生馆的一定知道，我们一进去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水族箱哦，非常非常大，就是像墙岸的，是吗？墙岸，一面墙岸，一面墙那水族箱，你进去你可以看到海草啊，鲨鱼。鲨鱼哦，三五哦，三五，哈咖啡鲨鱼很多三五哦，三五哦，今天就给他来准备，俺今每年爱做的水族箱的材料。水族箱 DIY 的材料有，材料有紫熊哎，紫熊哎，其实大概在紫熊哎啊，就会俺做的拿来做，我们有洛卡可能有一些紫箱的那个。盖子有盖子啊，或者说我们自己裁切完一个么字形的一个口字状的一个纸箱就可以咯，嘿，就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纸箱哎。故事按今天的材料有纸箱哎，纸箱哎，胶带，胶带，碎菜，碎菜，碎菜币，碎菜币，有颜色的色纸哦，有颜色的色纸，黑毛，要他 no boy 就有买色纸，好哦，还有棉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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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美工刀，美工刀，小朋友，当我们在用美工刀的时候，要千万记得要小心哦，太平友、小朋友要记得都要注意哦，还有剑刀，剑刀也一样。剪刀，去研究家家先来提早步骤，提早步骤，然后按那熊的，就刚刚讲的啊，我还有回收这个回收用的纸熊的都拿来做的来做，去研要不要做营运？我们是拿那个我们沃卡可能去拿 morning 可能 seven 啊，比如他们有多的一些纸巴的纸熊的有吗？我们就跟他要那个上面我们放纸的龟，龟，那为什么会？用暗的缝子，因为这样子会有比较深井井深的那种感觉。对啊，这样我们有做立体感哦。台北有线朋友准备好吗？准备好吗？接下来同多莉姐姐还有 Diego 哥哥，看好我们第一步骤，彩绘水族箱。Go go。可以，他就先来第一个步骤，先来给上颜色。上颜色呢？对，因为要买的话，这是水族箱嘛，很有啊，我们一定要用成我们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蓝色哦。你第一为什么吗？做嘛该？因为要我们的蓝海啊，有深海跟浅海哦。哦，就是说我们有浅蓝跟深蓝。哦，就是说人家哈，刚好我们周围要的比较大一点的水族箱，最大哈就是最沉的部分啊，最沉的就颜色较深，较上背较浅的部分就会比较颜色比较浅一点点啊呢。哇，一下第一个哥哥已经开始哦，把我们底部的颜色哦，跟多莉姐姐就来搞，她甲讲一下这个颜色哈，甲发很多强色，强色，强色，强色。一下没有人讲蓝色咯，蓝色有哦，因为哈甲发强色啦，其实客家话还有另外一只色么，也叫强色。
绿色黑嘛？哦，俺我靠唔就滴耶。黑啊黑啊，因为我有在学习客家话啊。难怪俺吃到人家客家最轻哦，讲爱懂好呢。有冇有冇？系啊，有好。先问你啦。唔会按你唱嘅买的有冇？拜拜按你，讲一下讲一下，又跌倒一下。这个哥哥，你做的教人也就较沉色咧，英文用来讲嘛？较沉色，乜嘅系较沉色？较沉色就比较深一点的颜色。哦，感觉会更深一点的颜色，我们会说 deep blue 或是 dark blue。其实感觉 dark blue、dark 是黑暗的意思，那 dark blue 就是暗，比较深蓝色。那 deep blue 就是我们说的深蓝色哦。哦 ，dark blue。Dark blue。Dark blue。黑啊黑啊。哦，还有 k 的音是不是？对，有一个 k 的音。哦，是。Dark blue。Dark blue。黑啊黑啊。还有 deep blue。Deep blue， 对。两个用字都是我们的深蓝色的意思哦。哦，深蓝色，按你后背嘛，后脚发都得讲强色，强色，没都得讲蓝色。哦，强色天空。嗯，强色天空，还没懂后堂。嘿呀、啊、嘿呀、啊，因为这样子就不会太复杂，嘿嘛。嘿呀、啊，那大爷按你五个呀，其实颜色还蛮鲜艳的。黑毛哦，像矮雕的泥木，它热带鱼，它颜色就比较亮，像矮雕的甘麦色。哦，对，它是甘麦色。亚片其实就有一只泥木，黑毛。看到吗？哇，还给大家看啦、啊欸。我们英国要在底部放一个多利鱼章堆呢，他们不是好朋友吗？好啊，好啊。阿迪耶，因为要它是多利去哪儿嘛，多利去搞哎。对呀、啊，多利去哪儿？姑说啊。太朋友，太朋友，待会我们做完水族箱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做我们自己要的鱼哦。哥哥已经做好了，哇哦！原来第二哥哥有准备一束了，对啊对啊，已经准备好一个了。因为是太朋友，是朋友，可以画自己喜欢的水族箱，深海啊、浅海都可以依照颜色去搭配哦。嘿呀、哦，嘿，第二哥哥，你底部要放什么盖啊？嘿，俺就会珊瑚啊、泥墨住的地方，哦、很多那个水草啊、海草，看到冇？原来呀，第二哥哥有放诶。散腐哦，散腐哦，还有水草的部分，然后水草哦，啊、水族馆底部有的水草，还有海底下面有一些水草啊那些植物哦。超不过啊，多莉姐姐，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少了一点什么啊？对啊，啊，艾迪耶。光有按的东江的背景，我们就少了主角嘛。主角黑马盖。主角就嗯哎呀，嗯哎，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嗯哎呢？多莉姐姐，我们听你这铺粉，我们彩绘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准备好的色纸。色纸黑马。有颜色哎。色纸有吗？有啊有啊，做点显空用的色纸，其实我们会比较希望小朋友他可以用。先发后，然后建后的，用拼贴的方式。没错没错，太平洋赛平鱼，那我们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多利鱼吧。哇，那做多利鱼哦。黑啊。这多利鱼懂冲咩黑蓝色呢？黑啊黑啊。哇，第一个要他整的黑马盖呢？黑你啊，多利鱼。多利鱼。哦，你老去健身，安尼四角形，系冇？系啊。哦。垫它，我就会把白色的部分贴上去，就变成真正的多利鱼咯。我们家，我们建好了，然后本色片有看一下好吗？好啊。因为我记得有搞过，前面有搞过，三角形，没有搞过，眼前的形呢，但是冇搞过四角形的眼那个形状不一样的看呢。哇，有看到吗？也就是四角形的形状，但是你看哦，要知道四角形啊，它按的有冇？它要按的四角形按的变过来这边嘛，改菱形的，菱形黑毛，黑呀、啊，黑呀、啊。其实我们要把它的这个角角啊，都要把它修顺来。嗯。不过啊，小朋友在家里自己用剪刀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哦。看起来这水族箱很复杂，黑毛，其实啊很简单嘞。很简单哦。我想要来挑战一下，耶、yeah, ！完成了，完成了，有章鱼耶哦，太感慨。嗯哼，好漂亮哦！你懂高追吗？有啊有啊。你才敢做一下按嘞，做一嘟嘟诶，你看，系冇？系啊。哇，因为章鱼会那按我按嘞，吸呀、啊，用嘴巴那个吸。哦系啊系啊，按来转系嘛，按来转。系啊系啊，按来转。姑嫂啊，我们把我们做好的鱼啊，就先摆在旁边，
下一个步骤啊，我就要来做让我们鸡让我们的鱼啊可以游动的地方哦。好，那你就先拿出刚刚我们做后诶涂好的，它让它干了以后哈，我们给找尾以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可是我们要了滚。好，在割的部分呢、啊，一听二呛，它也太黏啊，老塞片有了天数哦哈。在我们割的时节啦，要小心，然后下锅一定要垫一个那个板子哈，可以割的按那个板呢。好哦。而且你哦，然后呢，我们的下锅的部分，按另外割，就把它割成长条形的就好诶、啊，可以让我们的卡笋自由自在的来回哈。哇、哦！那先你得位哦，因为那个都会动力哦，哈、哦。我们把它割下来。其实啊，因为我们待会要让我们的鱼啊在这边，在我们的海底游动。姑嫂啊，我们现在把它割完之后呢，记得哦，要留一缝隙，要留一点点的空隙哦。对，那个孔哎啊，要刚刚好，所以我们得切开，因为等下我们在松杯，我们要刚好我们有准备块叶的时节有嘛，我们要把块叶把它剪成一小节一小节一小节哦，一小节一小节以后剪开了以后，我们要刚好量一下那个洞，它那个松杯那个宽度有嘛，不太敢宽一下，这个松杯的宽度啊，要在你的要小于你的做块叶的部分，好，如果你大于你的做块，你的做块就会怎么样，会跌下。所以我们要小于做跨页、啊啊、等一下我们就把做跨页小小段的做跨页粘上我们的棉纤的以后，我们就可以左右这样来回自由活动哎，超就可以像我们这个鱼一样左右活动咯。对呀、啊，可是他搞不懂哈，那启动来按来送杯冻子呢，那我们可以用嘛该老给补强呢，第二个哥哥就可以用来的色纸啦。哦，就真的用按来色纸都送杯，就是我们剪下来的材料，我们可以省一点材料，跟要他要跟他第二个哥哥有建构嘛，我们就可以把剪过的老给覆盖上去，对啊、但是又露出来一点点用感，就把多的再把它贴上去就好了。好，给 Angel 看看选了之后，下一只部分就是把我们的嗯哎，刚刚多利姐姐有做好了我的多利鱼，看看可以哈。那吃那丁某嘛该冲啊，但是有冲有冲有冲就好哎，有冲哦，真顶啊有冲啊。对，就看看来之后，我们要用的老这个嗯哎，固定在我们的棉纤的档口哦。好啊。首先，我们先拿出我们的。一小段呢，一细细的走快耶，走快耶。然后拿好，我们可以自己去披供我们今天的棉纤呢，就是这个棉线啊，我们要长跟短哦。你看我们这个要叫水族，要铺粉哦。我们的棉纤呢有卡长诶，没有卡短呢，我们可以自由发挥它的铺粉呢。分布在哪一个部位？好，可以多第二个哥，你吃到多利鱼不用来呢。其实啊，多利鱼啊属于矮钓诶深海鱼啦，所以呢，它的线要比较长一点哦。好，给卡长钓诶，给你就先将俺个多利鱼，给松贝已经干了以后，因为我在松贝有用水彩把它的那个纹路把它挖出来，那干了以后我们就把它冰下去，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棉纤呢，棉纤呢，然后老给。固定在嗯的中间哈，这披风，如果你太松了的话，我怕它会比较不固定，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固定到我们的嗯哎中间，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胶带，哎，对，胶带来固定它。可以，有哥哥你来帮我粘一下好吗？好啊，好，就来给固定上去，短一点好了。对，都在给它粘两层，就会比较牢固一些嘞。哇，兄弟啊，嘿。过来一滴一滴滴嘞，好，按紫色哦，按嘞就收在嘞，好，给按嘞下背固定嘞以后，我们就二开始看我们要把它固定到那只 V 耶。第二哥哥，他帮我拿一下水族箱吗？好啊好啊，按紫色哦，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水族箱，我们先从因为你的那个。孔其实蛮懂它，我们可以从由上往下，然后给标下去哈， oh. 慢慢的放，然后你在标下去的时间，你可以坐在看一下嗯的部分，要在哪个位置？俺小俺多利鱼都亚片，因为亚片鱼，哎，哦，多利鱼没有在，不是在珊瑚前面，嗯、因为它没有，它不住在珊瑚底部， hey.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都有海草的铺粉，然后旁边还有一些我们还不有。把那个木头啊、树枝的铺粉，边挨上二亚片，结果这样子 V 好吗？
好啊，可是我觉得可以再深一点点。再深一点，你眼就不用下来的喂。啊，你都不用下来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固定我们每一只鱼料的位置哦。好哦。给眼就按呢，不用下来的位以后，我们就是固定的哦。给眼就先拿出，到它前面我们先剪好诶，做快眼。啊，这个做快眼啊，都剪的时间了，而卡先你的位，哦，要没有麻烦，太灵通，先你的剪好了哦。好。剪的时间，唔要按呢，车架就剪下去，叫两个剪了，叫按呢做快眼的重重，叫按呢左右左右哦，然后给按呢。慢慢的磨，它就有一些痕迹。之后开始磨到中间，存到一细细的在那里剪下去。姑嫂啊，爸爸妈妈要记得，所有用到美工刀的步骤，还有我们都会剪刀的步骤，要记得要小心哦。我卡先你点位哦，要他研究将人家他存到的剪下来，要怎做快耶？然后给然后面线的套都做快蛋糕吼，面线就固定一下它，要在 V 的铺粉，然后给来松来调味，就要在 V 的，好，那就老给用个捆的嘛，唔滴呢，就按呢卷，都为了给剪皮，好，卷，塌下去了，然后剪皮按呢，好，差不多你大概固定个三天四天，其实就做得嘞。好，因为太多，几行要几面要跌下来，好，先老给塌下来。董秋黑上来了，董秋黑上来了。上黑，你的好朋友黑毛，你的好朋友啊。啊，唔咩啦，看唔出嘅啦，几面上啦，几面金鱼啦。啊，黑眼就会金鱼啦，好，黑眼就会。当他好朋友好吗？欢迎来初讲的一下，学习你呢。哇，你看我们水族底部有动到的鱼诶！哇，其实啦，要底部的鱼啊，做的看你去搞细分嘛，搞鱼的品种，就做的了解标下去哦。其实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设计他们最喜欢的鱼类哦。嘿呀，还有啊，刚刚还蛮讨好的这个章鱼，章鱼也可以。你看，要他我的刚刚固天都看下波一点位，固上来的章鱼颜色也比较深，浅一点点，比较鲜艳一些。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他们的总给那铺粉固定啊。嘿呀，除了让这个好玩之外啊。其实啊，让小朋友啊有自己的创意性也很棒哦。嘿呀，嘿没懂简单呢，懂简单又好玩又环保。嘿，以前我们用的就会回收再利用的东西、哦。懂了咯。嘿，小朋友，你家都没做好吗？做好忙，做好忙，希望你们都学会喽。但是你做好，记得要上俺的网站蛋糕，做的老娘的作品，不用多蛋糕跟我们分享哦。在我们的 FB 的粉丝团，帮我们按赞加留言，喊做的。追踪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来订阅我们哦。嘿，要听见我们记得要打开好播跟小铃铛，里面跟着小铃铛会数一次通共，我们有新的样片哦。嘿，畅数康哈克爆鼻眼，再飞再飞，再来跟哥哥玩哦。